那些网络小说的离谱套路。这是一个坐拥100万家公司、产业遍布全世界、市值超过2兆的大企业总裁，可他并不满足，他的眼里充满了孤独和空虚。董事长好，我是来面试秘书的，我精通800国语言，还拥有20000个博士学位。他开口便是世界级的咏叹调，可总裁嘴角挂着不屑说道：住嘴，你吵到我的眼睛了。他流下了珍珠般的泪水，扬长而去。你们都去保洁吧。天哪，这独特的气质！女人，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，跟我走。哎，干嘛？去哪儿啊？啊！太刺激了！这场 SUV 飞行秀是我特地为你举办的，那赛车飞腾的瞬间，就像你点燃我心中的激情。你们这些万万有钱人，从来就不会在乎别人的感受。这辆探险者强悍可靠，操控灵活，从今往后交给你保管。于是，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